哭泣。好来，这是土冰淇淋好吃吗？有土味吗？哇，你看这是烧窑的地方，你看，然后从下面一直往上，这样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。然后旁边还有这个小洞，你看，这是应该是通气的，让空气流进来的。我们挑战盘子试看看好吗？打开就成功了。哦，看看一下，确定是成功了，这边再把它掐起就可以，可以插花就好。小力一点哦，太大力了。小力啊，轻轻的，掐它就好了。小力哦，小力啊，轻轻的啊哈。我们到和色山林啦。和色山林这边原本是和色森林教育中心台大的实验林。啊，你看这边是有很多的很高大的树木，然后今天来天气还不错，有风，然后有太阳，但不会太热。好像是。那我们现在中午时间，下午两点，那我们还没吃午餐，所以我们现在打算到外面去。吃这边的小吃，看一下有什么好吃的呢？头不会晕吗？